充满许多无奈与艰辛。今年跟我说，他说你去演一个戏是单元你一号，拍的也特别苦，到最后名字都没有我。有一个孩子说我想家了，所有孩子都想家。家有虎妈猫爸，看许茹会有怎样奇葩的成长经历。我妈是那种特别严厉，只要哭她说你给我站在旁边，我就只要我一哭我爸回来就跟我爸吵架，我就觉得我爸替我报仇。我觉得我爸真是太爱我了，喝水都能差不多给我喂到嘴边的那种。圈中好友神秘现身，节目现场互相挤兑，猛量不断。他特别爱吃猪蹄儿，在剧组没肉吃，就自己在网上淘宝淘肉淘锅。我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想吃肉。三件全套在身上了，整个人是这样的，然后那鼻子上面全是水珠。在飞机上睡着打人家，把人给打完了自己醒了，都是他干的事。今晚非常近距离，带我们一起走进徐璐的纯真世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非常近距离，你们好，欢迎大家。本栏目由耀宝诗意卫诗意卫诗海泥面膜独家冠名，同时要感谢极致美肌面膜领导品牌蜜乐儿对本栏目的特约播映。蜜乐儿极致美肌幸福开启。那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一位呢，可以说是在我访问的嘉宾年龄中比较小的，但是他的热度又是非常高的。我在微博搜了他一下，他每发一条微博下面的留言和点赞数都是万级以上，然后一看出道吓我一跳，13、14岁就开始演戏了。但是我们希望他首次访问是在非常近距离，所以我们现场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徐璐，有请。抱抱好不好？哇，因为新人都会紧张，所以要放松一下。我非常紧张，我从早上就开始拉肚子，然后我特别怕我说错话干嘛的。而且你看上我们节目嘉宾特别有意思，只有两类人穿运动鞋，一类是45岁以上的艺人，爱谁谁了，我要舒服，反正你请我来的；还有一类是25岁以下的艺人，说姐就是青春，对，所以我不需要啊穿上就是很束缚的那种高跟鞋，因为我穿高跟鞋不会走路，然后我又紧张，所以我想说那我赶快穿个舒服点的。我们先来欢迎徐璐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今天徐璐做客非常近距离，将与我们一起分享她的精彩故事。看完自己的简历觉得自己挺牛的，干了这么多事儿了。没有，一晃眼感觉好多年过去了。而且你其实算是老艺人了。我总也不能说就是从13岁就开始演戏。你看你13、14岁出来演戏，现在就有名了，你想再演完10年，大家都觉得你出道好久了。其实我拍完《红楼梦》以后，我就有2年以后就没有拍戏，就一直在学校上课。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没想当演员，因为那时候学舞蹈的心气儿特别高，觉得学舞蹈特别牛气，就是那种每天见人，我学舞蹈的，其实才哪专业？对，就我有专业特别欠的那种。你从多大就开始跳舞了呀？4岁，很小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坐的那个，就是后座上有坐坐的那个东西，那个就自行车后面。对，自行车，我妈每天就带着我，然后骑自行车，然后就把我送到那边，然后爸妈都要陪着我，就别的小孩都需要就是在教室外面，我妈都在教室里面陪着我。你喜欢吗？一开始不喜欢，因为要压腿，但后来老师表扬多了，我觉得孩子就是给我自信心，天天说你特别棒，就算不棒我也觉得我特别棒，然后棒棒棒，就觉得哦好，我这行特别优秀，然后觉得自己就有那种骄傲感，然后觉得特别棒，然后后来才搞了舞蹈专业。徐璐是4次春晚做过伴舞，对不对？对。我们今天有的视频大家要看吗？节目大家都好眼熟啊，然后那小孩儿，好小啊。对，好玩吗？去第一次还记得去春晚后台，就懵懵的，就是老师带着一群人，然后去了也不知道干嘛，也不知道演出，反正老师说你该干嘛就是，上台啦，然后练节目了，每天都有一个生活老师跟着我们，然后也没概念，也不知道春晚是什么，但知道会见到很多明星。对，有印象最深的明星吗？在春晚上，刘德华。
帅。你们有没有跳到刘德华跟前？哎，你找着看一下。我还去跟他照相，然后还有成龙，我特别喜欢成龙。成龙，你是在哪儿见到的？也是在后台，然后很多人找他，就是去合照干嘛的，我就默默地钻到那个角落里面，拨开人群，然后我就想说能不能单独去摸一下就好，然后他踩了我一脚。不小心，不小心。他踩了我一脚以后，我就觉得那双鞋格外的珍贵。你不会鞋还留着吧？真的留着。哇，我是真的喜欢。我知道你怎么红了，被成龙踩了，你中头彩了。下次成龙大哥来了，我一定要采访的跟他说这事。所以小的时候，你爸爸妈妈他们自己是跳舞的吗？没有，就家里只培养了我。我也不知道我妈为什么就送我去了，就好像因为就觉得应该女孩子学练练气质，然后我也不爱说话，就觉得送到舞蹈班以后能打开我的一些人缘啊，能让我跟人家交流啊干嘛的。有些小朋友就是特别活泼，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放，我妈说你在这儿坐着，然后如果我妈不回来，我可以一直在这儿坐着，特别听话，特别傲娇，然后别人嘟我，我也就看一眼就继续坐着。你就是独生子是吧？对，我妈是那种特别严厉，就是我学舞蹈都是我妈就逼出来的。其实小的时候不让我哭，只要哭她说你给我站在旁边，我就憋着，就生把眼泪往肚里憋，然后只要我爸一回来，我就哇的一声就开始哭，因为我知道我爸特别宠我，只要我一哭，我爸回来就跟我爸吵架，我就觉得我爸替我报仇了。妈妈都真的是特别严，不让我哭也就算了，她就是那种我生病以后她都不管我的那种的，就是她让你自愈。对，她也不给我吃药。我记得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生病，我就闹啊，我就说妈我难受，然后我妈说那时候在军艺，说没事上宿舍睡一觉，然后下午该干嘛干嘛，就是不管我那种。但如果换做我爸的话，肯定就拉着我去医院了，给我打吊点滴啊干嘛的，就两个人特别极端。他们两个会因为你吵架吧？我觉得别的事儿应该都不会吵架，只能因为在你的这种问题上。全都是我。我小的时候比如说裤子特别湿，然后我说妈我不想穿这个裤子，然后我妈说哎没事儿，穿腿上一会儿就干了，因为走走就有风嘛，然后就特别欠儿，跑到我爸那儿说爸这裤子湿了，我妈非让我穿，一会儿穿的腿难受怎么办。然后我爸就拿着裤子去跟我妈吵架，我就站在床中间看着。他们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我觉得我爸真是太爱我了，就各种溺爱，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过了。比如说哦，小的时候我们不都上一年级有早读课那种嘛，然后我每次就睡过头了，像一般家长肯定就是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我们送你去上学。我看了一眼表，然后默默说那就再睡会儿吧，反正都晚了，然后就再睡睡一会儿，起来说哦，那我们去吃个早点吧，就带着我去吃个早点。吃完早点以后，因为前两节是语文数学课，要不就数学语文课，然后就推开教室门也不跟老师说一声，一般都说啊、哦、不好意思来晚了，我们孩子怎么怎么着，我爸也不说，就觉得学校他们家开的似的，然后推门说进去坐着吧。然后听起来像宫廷戏，你就当当坐那儿了。我就默默走进去，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也想着哎不要跟老师说一下嘛，老师会不会不喜欢我怎么怎么样，就真的是那样。我爸说请进去坐吧，啊好好上课，爸一会儿下课来接你。他都会接，他都接。而且我爸单位人跟我说，就说我长大以后跟我说，他说你都不知道你爸有多爱你，把你送去学校以后，因为我爸他们是巡逻那种看树的，然后他就会在我学校附近绕两圈，然后就停在我们学校门口，然后就在等着，就等我放学然后把我接回去。我就小学就没有自己走过。像你爸爸，我在想他是一个多么温情的男人啊，一般男人不懂这些粗粗拉拉的那种。我们家是完全反的，我爸就各种比如说我喝水都能差不多给我喂到嘴边的那种的。现在不会了吧？现在也这样。现在还我长大以后就他失落感特别强，就是觉得我离开他以后，然后就是觉得他帮不上我。平时会发微信吗？每天会，但是我拍戏的时候有时候特别忙，然后我有的时候大夜，然后也不好意思跟他说，就怕他担心。但他每天都会问我你睡了吗，我说我还在拍，他说赶快收工啊，
我说这也不是我们家的剧组呀。他说你不睡我就不睡，他就会跟着我一起陪着我熬夜。这太有意思，你不睡我就不睡，就特别赌气，像孩子那样，然后弄得我也特别，我说爸，哎呦，这道门槛肯定是很高的。我一开始去的时候他就特别反对，他就不想接受这件事儿。对，然后会说一些什么话吗？就是发微博的私信，我有很奇怪。然后我就发私信，然后把微博私信管理员能看到。然后他就说，你们两个因为第一次见面就会有一些肢体触碰，他说是不是太快了呀。我就说我也没回，我说爸你怎么不给我发微信，他说因为看他也刷微博，他也说你看网友都说你们俩太快了，可不是我说的，就是那种的，他就觉得是别人说的。对，我其实在想啊，特别有意思，你看我做访谈节目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人他的成长一定跟家庭有关系的。那你就是从那个是在当地学舞蹈吗？对，然后后来是考到军艺解放军艺术学院。几岁过来的呀？10岁。嗯，特别小，也是10岁。嗯，集体生活是什么样子？特别恐怖。我们那一波都是10几岁，然后所有人都是家里的小公主，然后所有人也都不会去做一些家务啊，洗衣服啊，洗袜子，那时候真的都不会。上了几年呀？上了5年。那几年的生活你再描述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刚离开家的时候我就特别庆幸，我就想说哇，我终于离开父母了，我以后可以自己管自己，不用他们天天盯着我啊，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干这，不能干那个，然后让我去跳舞。然后但当我真的去融入到这个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不适应，因为没有人给我干嘛干这个干那个，也不会提醒我。然后我记得军训的时候，然后所有人都要打包那种行李，特别沉，我爸就跟我妈说你去帮他就提一下，然后但所有那个就是教官都在旁边就不让提。然后我们上车以后，就那一刻的时候觉得哇，我要离开家了。然后家长就在底下哭，我妈没哭，我爸在旁边哭。然后就他们在底下哭，我们在车上面哭，而且所有孩子都在哭。我去军训的时候每天特别苦，就是5点钟要起来，然后要叠被子，是20多个人住一个集体的宿舍，然后有一个孩子说我想家了，所有孩子都想家，就是那种气氛带动的。然后所有人都在那边，早上5点钟就一直在那哭，哭好长时间，然后看到班长来了以后就开始骂我们不许哭，我们就憋着，就那时候那段日子还挺苦的。但是就适应了，人的适应能力很强。对，对，你发现最后你什么都可以做了。对，人情世故呢，你觉得你是那时候懂吗？完全不懂，那个时候刚上，因为在军训表现特别好，然后回去后老师就给我当了一个班长，然后当班长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官了，我就要管起来。那个时候哪懂，我觉得孩子就管就是要特别，你该干嘛这个该干嘛那个该干嘛，然后特别小就不让大家吃早饭。你为什么不让大家吃早饭？犯错误了是吧？好像是犯错误了。你就真不吃早饭了？而且我也没吃。你想人家恨死你了？真的恨我。后来我3年级以后就不是班长了。肯定人都造反了呗。哎，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几年爸爸他会经常和妈妈来看你吗什么的？会，就我上学的时候他们差不多一个月就会来看我一次。嗯，尤其我妈那时候看的我比较多，就不让我爸来，我爸来的话就走不了。你想过像今天一样会拍戏然后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吗？从来没有。你就那你们总得有未来嘛，你们想到未来是？我的未来就是像杨丽萍老师那样，就常跳孔雀舞啊，然后因为那时候学舞蹈嘛，就一定要上台跳独舞啊，然后就做一个舞蹈家。4岁学习舞蹈，连续4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徐璐坦言自己曾梦想做一位像杨丽萍一样出色的舞蹈家，然而阴差阳错一次奠定了基础。你绝对是出道很早了，已经是那时候也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干嘛，就对拍戏没有概念，不知道拍戏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拍了有断断续续有1年半，然后那个期间的时候就老出去拍戏，班主任就
班主任还有专业课老师就特别不喜欢我了，就觉得你到底是要跳舞呢还是要演戏呢，就那段时间。然后后来我是那种老师越表扬我我就越努力那种，老师不理我我也就彻底放弃这门课，就整个到后半年我就特别不想上，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膝盖然后腰都不好。你的腰怎么了就跳不了呢？就歪，就侧弯，然后医生说如果你再练你会更严重。我爸又心疼我了，说别干了，我就默默说好的。然后后来是我毕业那年有一部戏然后让我来试镜，然后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戏，山楂树之恋。你试了？试了，也不叫试，进去以后就把我吓着了，很多人，就很多演员，然后大家都在那边试戏。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试戏，因为参加《红楼梦》的时候也没有，就导演看一眼就上去演就好了。然后但那个时候就好多人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就开始两个人试戏，然后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进去我就是我就进去傻了，我觉得演员要这样吗？然后我就说那我不要演了。然后后来那个演员辅导看我太小了，那时候也15岁嘛，他说你录一个自我介绍就好了。我就说我叫徐璐，举了一个名字牌，我叫徐璐，今年多大，怎么怎么样，然后还说不利索那种。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把我带到了这一行。那你到现在拍的哪几部作品了？就是自己是重要角色的。我自己都觉得挺重要的，但有的时候舞台上面都没有我。那个时候我经纪人跟我说，他说你去演一个戏是单元女一号，我说单元女一号呢多好的戏啊，然后就去了。然后拍的也特别苦，然后到后期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就发现镜头特别少，然后到最后名字都没有我，我说不是单元女一号吗？那时候会失落吗？有一点，我觉得我特别辛苦付出，然后就大家都不知道，现在才明白，其实不管你怎么演，剪辑是在导演手里，对不对？对，要跟导演搞好关系。应该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然后现在知名度越来越高，只会把你的戏不断的撑长。对，就是熬过来的，对吗？也不行，我现在还新人，就还在努力吧。我觉得把自己演下的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的路。今天其实刚才讲了这么多，都是跟徐璐的一些经历有关。我们也采访了他的两个朋友，其实是跟他的这个合作过的，听听对徐璐的性格上的评价。我们来看一下。他不怎么爱讲话，然后就是据点王，问他要不要吃饭，不用，要不要喝水，不用，就是因为我跟他有感情戏嘛，然后导演就叫我说要跟他多一点互动，但他都非常的冷淡。但后来就是慢慢比较熟就比较好。他蛮多口头禅的，第一个他很爱找妈妈，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有什么虫子啊或什么蟑螂跑过来飞过来，他就说哎呀妈呀，哎呀妈呀，不然就是说阿萨 Oh my Lady Gaga， 他超多口头禅的，都不知道从哪里发明出来的。之前我们去拍一个外景，然后他住我隔壁房，突然半夜他大叫，我想说是什么是有坏人来吗？就没想到只是一只蚊子，他就叫整栋楼全部都感觉要火灾要逃跑的感觉。我觉得徐璐呢是一个活泼可爱然后没有什么女人味的女人。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女孩呢经常的叽叽喳喳的，然后特别吵，她的声音就特别特别的让人听了觉得烦躁，但我不讨厌她啊。他说你没有女人味儿。对啊，他就喜欢那种那个无辜的大眼睛跟他说。对，他有一次我们有一次拍就拍下水的戏，然后他就直接就说我在下面演了5分钟，上来演了20分钟，就特别怼我的那种的。因为我特别怕水，所以我下去以后就有点晕水，当然又要求说你要整个头埋到水里面，然后要起来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不知道在干嘛了。然后上来的时候是他们把我抬起来的，然后他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呦，在下面演5分钟，在上面演20分钟，你也是够作的。特别查我，我说我是真的那个，他就这种就损友。就说到今天呢，我们要请这个两位他跟他这个生命中比较重要的人吧，一位是好朋友，一位就是
发现你的经纪人，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想让大家了解徐璐，他们两个人的出场变得特别重要。让我们有请蔡念还有沈梦辰，欢迎两位。啊，静姐好。哇，哦，你们俩上来我轻松多了，感觉。哎，你坚强后台挺没有你们在后台看，你觉得他紧张吗？紧张，我们也紧张，所以就抱个东西上来就。我觉得露露是那种特别紧张，上台之前紧张，但是上台后就发挥挺自然的。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两位啊？露露是我经纪人，蔡念，蔡念，好朋友梦辰，欢迎欢迎。就刚才那个就是我们有两位男士，其中一位男士爆料说，其实他没有特别强的女人味儿，对吧？露露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见到他哈，我记得那个场景特别清楚，是那个《妻子的谎言》那个开机仪式、开机饭的时候，那所有的演员都叽叽喳喳的，他一个人就特别乖，然后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吃饭，也不跟我们说话，就那种气质就是清新脱俗。够了，就是我就被他吸引，他不太爱说话，然后我又是一个爱说话。他是不是觉得那天不好吃啊？所以可能是呢，他特别爱吃。完了，你这都变相在他，而且他特别爱吃猪蹄儿。哎呀，爱吃肉，爱吃肉，特别爱吃肉。爱吃肉，在剧组没肉吃，就自己在网上淘宝淘肉，淘锅，淘完了放到剧组，我吓傻了。我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想吃肉，然后还淘那种韩国的那种酱啊料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很晚很晚收工回来，夜里12点了，就在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那种就是开放式的厨房，他就在里面烤肉自己啊，烤完了之后就叫我们都别睡觉，你来吃肉。他是那种就是外表看上去挺女神的，对吧？但其实神经特别大条。因为我签他的时候他是不说话的，我以为我签了一个女神回来，结果把我给骗了。性格总结的第一点就是性格大条，特别大条。你觉得他大条的事儿有什么？哇，他真的特别大条，就是他经常走错厕所。我跟你说，有一次，我跟你说，像我们走错厕所，是因为我们在发短信，可能没看到，但他也没有发短信，他就直接走进去，也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然后有一次，哎，还就正好碰到我们导演在上厕所，然后我们导演特别不好意思的出来说：“徐璐，你想干嘛？”你有分析过为什么会走错吗？就我也不知道，就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就是放空的状态。我也觉得他经常这样。哎，前天也是怪人家，我们俩从楼梯那个坐电梯下来，楼梯，然后呢，我们俩在电梯里边，就在中间楼层就停了一下，就进来一个女的，然后呢，人家喷的一身特别浓的香水就进来了，然后真的是跟我们面对面就那么近，就是那么站着，他当时拿着手机在发微信，低着脑袋。哎呀，怎么那么香啊！我当时就懵了，因为那女的跟我就那么站着呢。我当时我也受不了，那女的哗脸就红了，我就马上看她，她才意识到，马上一抬头望人说：“啊，不过挺好闻的。”一下就更就一下就受不了了，然后就出去了，人家直接就还没到地儿，人家就出去了。因为我没意识，就是我是那种有啊，好香啊，我好像我只说好香啊，然后好香啊，然后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就因为特别干，我也不知道，突然脸就红了，就我就看见意识到有人进来，脸从白的变红了。不是，他旁边总得有一清醒的人，对，必须要时刻牵着他，对，然后这样。你们两位谁说的？说他拍他没事总会拿一个滚筒在自己脸上滚来滚去。他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5-6年前流行的一种瘦脸的方法，应该大家都有用过。滚轴，对，就是那种，对，就是那个。他因为他老嫌弃自己的脸大嘛，没事就拿那个滚筒在脸上不停的滚啊滚啊滚。然后呢，就是我们每次照相的时候，露露露露一起照相，他每次照相啊，大家都有注意到吗？就是像1、2、3，1、2、3，1、2、3。哎，你别说他呢，我们还都是1、2、3。是不是挡脸？没有，就是我们就是观众，有的时候跟你合影哦，都是。现在观众真精，一跟你合影，唰就躲你后面。对，我现在也特精，1、2、3，比谁更忙。哎，对不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捂脸，我躲得没人家快，就捂脸啊。下次观众再跟你合影，1、2、3。然后那个，我们还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经纪人说。
有一次皮箱穿不下衣服，他就把三件超级厚的衣服穿在身上。那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啊，来好。我当时在办托运，他也在办托运，他呢是一个特别不爱麻烦人的人，还挺好。然后我当时是在接电话，我把我的箱子放上去之后，我就接电话了，我就背对着他。等我再转过来的时候，我当时就傻了。他那么瘦啊，我跟你说，当时一件棉袄，一件那种羊绒大衣，还有一件羽绒服，三件全套在身上了，整个人是这样的，然后那鼻子上面全是水珠。我当时看过来，我说你干嘛呢？他说放不下去，超重了。我说那你干嘛都穿身上？我怕麻烦。我怎么那么傻呀？我待会儿晕了怎么办啊？后来又一件一件脱。不是傻，我觉得他这个优秀品德，不愿意麻烦别人，都穿自己身上。对，主要是不愿意花那个超重的钱。对。对超重挺贵的，对，我就想说，那我就穿身上嘛。我跟你说，从来不逛什么大牌、名牌，永远淘宝，所有东西都在网上淘的。他有一部分呢，就是淘的挺烂的。他就是淘过一个给我送的一个那个泳帽，我至今都没敢戴过。哎，你明明说很好看，然后我就去给他买，他说。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宝贝，那个时候不熟，我当然要装，哇，真好好看，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戴，都是因为你的虚伪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你知道吗？啊，就是这，就是上面开满了玫瑰花，这是泳帽吗？这是一个，我跟你说，这是铺平的，它可以打开，它就像一朵花一样，就戴头上。我觉得这个唯一就是它下水会蔫儿，记得戴上以后特别像美羊羊，所以洋气。而且戴上头，我本来头就大，然后我那个时候去学游泳的时候就买了这个泳帽，我觉得特别洋气，就全游泳池我肯定淹不死的那种，因为大家能看到我。没有，你老弄这个泳帽，人家就老认为有漂流物，人拿一梳子勾上来了。第二个就是宅女，对，宅，特别宅。就是你，徐璐，你讲一讲你这个没事的话，多长时间在家里？只要没事我都在家里待着，我不喜欢出去。我跟你说，他每次在那个我们就是在那个拍戏嘛，只要没戏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就是给自己就淘宝淘那种拼图，而且是那种特别难的那种，就是什么世界地图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就是很难很难。这老外都爱弄这拼图啊。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拼不好，他会自己跟自己生气，在家玩拼图。嗯，我前两天刚拼了一个。它是那种立体的那种，就是那个公仔，然后都全拼完了，然后我一晃它就全倒了，全碎了。宅女，对，因为我家有琴有谱子，他自己真的拿个手拿个笔在那儿一二三四五在那儿数完了给标上去，然后拿手在那儿一个音一个音的蹦，然后我从来不理他，后来直到有一天，突然跟我弹了一段音乐出来，把我吓着了。我说你什么时候摸出来？他就没事自己在那儿一个音一个音蹦出来的。哎，我觉得徐璐是反而对这种钻研的，你看什么拼图呀，比如说钢琴，他不会，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一点点能琢磨出来的。其实学钢琴是因为觉得男生就是弹钢琴特别帅，然后我觉得找不着这样的男朋友，就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就挺好的。找不着不弹钢琴男朋友，你这是去哪儿找的？音乐学院附近到处。就我身边很那中关村那边科技园那边很少。我们看下一个啊，不在乎形象，特别不在乎，他就不太在乎自己的外形。出去也是啊，我们在外头拍街拍，那衣服都大嘛，样衣，后面夹一溜夹子哈。然后就过路的那些路人就拿个手机在那儿拍哈，你换到别的演员可能想说，不要拍后面，对对对，不好意思，要不然让工作人员去，哎，你快去说一下哈，不让拍。他没事走过去，哎，你帮我拍漂亮点啊。对，这还好，他就这样。最重要的是他每次跟我们拍照哈，就是你正儿八经拍，他不愿意，他一定要是那种就是扮丑，就是那种一定要是最丑的。你看没有一张正常的，几乎没有。全都是属于那种，就我能理解啊，因为就是说没有正式场合的时候，乐乐乐特点其实是一种舒服。好多跳舞的人都这样，一大背心儿，一短裤。对，他永远这样。我看李小冉就那样的，永远能窝着。我说对对对对，他说今天我这样可舒服呢，我吃面，我觉得必须得这样的吃。还抬着。我说平时那女神哪儿都是，哎呀那样不行，这样特舒服。就但我觉得也特真实，你是不是你们都是因为跳舞吗？我觉得跳舞老师每天都拿那种棍儿抽着，必须就站特别直。我们那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我记得上军就天天站着，我都站睡着过。
就一直站着，然后老师还过来打你，然后到平时的时候就能放松，就一定会他读剧本，他那脚在上面那么呆着，就是害怕的。但你们谁爆料他跑到广场舞，就是广场跟大妈还跳舞广场舞？拍戏的，拍戏的时候。哦，因为什么？他太累了，一个是太累了，因为他从开始拍戏到现在，他永远是剧组最小的小孩，就是跟那些都玩不上，他就只能是拍完戏，要不就回就是屋里面，要不淘宝。他要不然自己在屋里唱，就是拿着那个当时叫什么唱吧，自己开着在那自己嗨。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超市逛完，看到一帮老太太那个广场跳舞就过去了。然后助理说：“你别，待会儿人家拍你，没事，没人看我。”永远说没人看我，结果别人拍了，特释放，特开心。我觉得他挺不容易的，他又是个最小的小孩，关键他不爱麻烦别人。他就是平时比如说白天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他都会憋在自己心里，他不愿意说，就是平时白天要受到一些委屈啊，都会憋在心里，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全释放出来了，就说梦话骂人那种。在飞机上睡着打人家，把人给打完了自己醒了，都是他干的事。真的真的。旁边那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万一是个企业家，哎呦。不认识就是说梦话，然后无意中我会这种的，然后我觉得太开心了。我下次看旁边那人不顺眼，我也假装的啊，然后起来说啊，我压力太大了，其实太有意思了。来，我们看个最后一个啊，是什么？自嗨。对，自嗨，天天在屋里自嗨。晚上哈，我睡觉了，他就在客厅一个人弹吉他。我说你小点声，我这隔壁那么多人，待会儿人家来投诉了，能弹大半夜就自己一人。是自己学的吉他？就找老师学了四五堂课。为什么呀？因为那时候我觉得男生弹吉他特别帅，然后我自己又去学了。他好多动机特奇怪啊，男生弹钢琴特别帅，男生弹吉他也特别帅。你去找一个男生弹钢琴弹吉他，然后都要自己学会，那不他就变得不帅了吗？我就变得很帅了。但弹别人，对，就不靠别人。我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好的时候，我就会没事就去学学。对，你有视频吗？来看一段啊。这月份的尾巴，你是天。十月份的前奏，你是天秤座。哦，这首歌给你快乐。当你在春夏夜林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啊，有没有爱上徐璐？有没有更爱上他？有点感。我爱你这种感觉。我也爱他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起范儿。尤其帽子歪戴的，我们喜欢的男生也是这样的。没有没有，我觉得特别好，而且我不觉得你好像要在弹琴说我要跨入哪行啊。我刚才感觉徐璐在弹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20岁的女孩，在自己的生活这种碎片化当中，在跟自己聊天，在跟自己对话，就像我们20岁的时候一样，今天喜欢骑摩托车，明天喜欢唱歌，后天喜欢玩一个乐器。他刚刚20岁，从出道就要被讨论，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甚至骂你，跟我们那时候成长起来不一样。所以徐璐做好了准备迎接各种声音了吗？我从十五岁开始就让大家知道，就是一直被关注着，我觉得就是还挺幸福一件事情。大家监督着我成长，哪有不好就说出来。我真的会看微博的评论，所以你们的评论其实我都有看，骂的我也有看。对，然后骂的我就现在就笑笑就过去，然后以前会就是那种自己骂两句，我你干嘛骂我，根本没有这个样子。但现在就会觉得哦，算了吧，就也没必要了。两位有什么要跟他说的吗？其实他的那个就是感觉和他的条件还有他的气质，是就是在我觉得是在这个就是比较浮躁的娱乐圈里很少看到的，所以我希望他这种如沐春风的这种气质啊，然后这种感觉啊，就能够一直保持下去。你呢？我有一天跟他发了一个微博，我艾特他，我说你要好好养自己。什么意思呢？我说相由心生，你一定要内心要比较健康，你的笑容才会一直延续下去。我有跟他讲，我就说你，我希望你能够一直把自己养得好好的，你才会一如既往的漂亮下去。我特别喜欢你对他的祝福，这都已经是通过好多经纪人说，我希望你有更大的发展什么的，然后你这个是特别
特别有禅意的一个祝福。明白。最后我们请你们两位表演一个节目吧，因为你不是说自学钢琴吗？ 对不对？我们因为那天编导跟我们沟通完说演个小节目，对，我们花了两个半小时哈，从不会到会，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个四手联弹，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用专业来表演，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好玩的，我们就现学现卖，对，体现我们的真实啊。高兴，然后请到徐璐还有他这个最重要的两个朋友一起来到节目，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合张影好吗？好，来，我们站到前面来。本栏目由药宝诗伊卫诗伊卫诗海泥面膜独家冠名，同时感谢极致美肌面膜领导品牌蜜乐儿对本栏目的特约播映。蜜乐儿极致美肌幸福开启，我们请粉丝把金花送上来，谢谢。